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政治山，它是这种带卡通小熊的。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，这个只花了69块钱买的，是非常平价的一款。现在来打开看看它的质量，摸到手呢，它的质感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款式我觉得也是挺好的。现在我把它试上身，然后让大家参考一下效果。看着短开衫的，它的质量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带点小红的，非常的显瘦，就是说像瘦的女孩子，然后胖一点的话穿着可能会显胳膊，因为像我这么瘦的话，穿着这个就是有点太胖的。啊，它的面料还是可以的。总结来了，只花了69块钱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缺点就是弹力比较小，只适合瘦的人穿哦。小熊花型设计还是挺洋气的，搭配个小短裙穿着很有活力呢。推荐指数3颗星半。